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使徒安的，这使徒安这个有点怪，有没发现？怎么是这样子的动作？哎，这是什么相位猛冲吗？我去，攻击方式好像也变得好奇怪，有吗？使徒安是这样子的吗？我记得是坐在那个使徒肩膀上面的呀，怎么变成这样子的？我们换这边，我们切成小女孩的视角。这什么动作啊？我去，这手都搁哪去了呀？他手在扶哪？这动作有点奇怪，感觉后期要改一下了。这个